便携式航拍无人机的三大痛点：镜头语言单一，续航时间短，避障功能有限。一台续航时间46分钟，内置哈苏大底双摄系统，带有全向避障，重量仅900克的便携式可折叠新一代 Mavic 3，满足你的全部期待。它很贵，但它真的好用。大疆资深研发团队操刀，性能、颜值、品质全部拉满。注意看，它有两个镜头，主摄广角，副摄长焦，切换自如。哈苏加持，色彩细节更加动人。2000万像素大底传感器主摄，5.1K 超清广角，副摄相机等效162毫米长焦，1200万像素 4K 画质，拍摄画面震撼无比。它有两个版本，电影版和普通版。前者内置 1TB 高速固态硬盘，支持苹果无损格式；后者标配 8GB 基载内存。云台相机也有新技能，关机之后位置自动复位锁定。它动力系统全面升级，采用更大尺寸的螺旋桨，5000毫安时锂电池，续航时间46分钟，能在6000米高度起飞，最大续航里程可达30公里。65瓦快速充电，电池管家还是那么好用，三电套装就能真正爽飞。快拆设计的折叠螺旋桨，一肩采用柔性材料，降低意外碰撞伤害。全方位超广角双目视觉系统，带来近乎360度无死角的避障性能，令飞行更安全，还能大幅提升智能拍摄的性能表现。磨砂质感的机身，大面积灰色点缀黑色的主体色调，带来一种神秘的未来感。镂空的散热风道以蜂窝状网片隔断，设计细节美感满满。这样一款颜值和性能兼备的无人机，哪个飞手不爱？我是机器杰克，感谢您的观看。